躲下来。音响都由我控制，灯光我控制，红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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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光。耶！哎，阿霞呢？还有，哎呀，还有转眼运进来的。派对开始喽！哇哦，谢谢，耶、yeah ！欢迎来到控制哥的直播，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控制哥阿霞，欢迎来到控制哥的派对。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嗨，我们打造出了一个派对直播室，突然间觉得好热哦，那冷气可以开低一点吗？耶、yeah ！啊！灯光麻烦帮我调成白色，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哎、欸、哎、欸，可以开灯了，可以开灯了。大家好，那个，这个都拿假的了，用这盖，啊、哦，是的，欢迎来到晚上控制哥的直播。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请到了这一组算是派对本土嘻哈天团。在欢迎他们之前，我先来跟所有的全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厂商们。麻烦你们有空有闲，欢迎冠名赞助哦，价钱好商量，好不好？那今天这个团体不得了，他们到底有多厉害？他们的歌曲在 YouTube 上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总累积7亿的点击率，所有的歌曲完全都是自己创作，包含编曲啊、这个作词作曲，还有他们在这个台中来发迹。短短不到10年就已经登上小巨蛋，听到这个就厉害了，号角响起，有没有？我们也自己自称什么本土什么什么台湾亚洲天团，对，亚洲天团。然后我们的歌曲在 YouTube 上面点击率加起来也不到1000万，拍垮，插胸吹 ，OK， 哎、欸，我的手机给我一下，让我跟线上的朋友打声招呼，来哦。赶快哦！今天呢，除了要来宣传这个好消息之外呢，同时我们要送出很多大礼要给大家哦。好，吕文怡、May Pink， 你们好；徐小华，还有我的新节目的团队《综艺新时代》啊、也上线了。陈彦博，麻烦线上的朋友帮我按赞加分享，按赞加分享。还有毛毛、吕玉莹，谢谢你；林大头、对了，纪伟谦，通通上来啦。好的，这一个团体，我现在隆重欢迎他们出场，不是别人，那就是我们的。911耶！911来了！哎，健志，哎，你今天穿粉红色的？对啊，我看我发现跟你超搭了。我最你细节都很注重。对啊，对啊，啊你也粉红色的鞋？对啊，我粉红色鞋啊。我超喜欢粉红色的，哈哈。好，这都不是重点，今天要来跟大家，哎呀，我那个大字报举的人怎么都不来？好，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对，今年准备又要开演唱会。对，小巨蛋，台北小巨蛋。台北小巨蛋。时间是12月8号。12月8号。但售票时间就不一样，售票时间是9月11号的晚上6点半，透过售票系统。对。九一一的团体，这个开卖开票的时间在9月11号晚上6点半。6点半。对，很好记，很好记。哇，这个大家动作要快，一下子就被订光了。拜托，拜托，拜托。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演唱会。一定没问题的，不过。确实没有错，因为我觉得这种演唱会对你们感触应该很深。当初我、为了圆这个梦想，然后呢，我知道你们以前要接场子，有没有？对，不计酬劳，没有钱也要上。对，以前的时候，对不对？对。好，然后这个自己贴钱也都愿意。愿意啊。终于站上一个，对自己开车，然后开到什么台南、高雄，那都愿意。也都愿意。都愿意。然后梦想是可以什么踏上夜店。有舞台，像当初只是这个小梦想。哦，对，没错没错，对不对？我只想去那个我们经纪人办了一场活动，嗯，一个早趴，那时候我早趴，洗澡的趴，不是不是，早趴，他是下午才下午场，下午场，下午都可以去夜店。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未成年，那时候我已经成年了。哦，我们未成年，所以我们只能去早趴表演。了解，对对。但是这个你看，短短不到10年，他们已经也踏上了台中的这个舞台。哦、高雄的巨蛋，台北小巨蛋，今年就这么唯一一场哦，好不好？线上的朋友，唯一一场哦，这个在12月8号就要演唱会，对对对，对不对？那你们今年在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歌单里面，因为听说你们在年底要发新专辑，对对对，没有意外的话，
会有什么意外？不是，应该歌没有做完，应该不会有意外，应该。现在的筹备的都还顺利吗？还可以，还可以，我还在进度内，还在进度内，还在进度内，进度内。OK， 所以年底可能会发这个新专辑。那请问一下，演唱会会有新的歌来演唱吗？一定要，你要唱新歌啊！一定会唱新歌。对啊，不然的话办演唱会。你们的歌真的很厉害，哇，这个可以让全台湾这样风靡，这样，然后也很朗朗上口。对，但是我们还在努力。你们平常没事都在写歌啊？也没有到，也没有到每次都在打电动。那你平常休闲活动是什么？健身啊，在健身。你有在健身？真的啦，刚健身大概两个月。啊，这休闲活动是两天吗？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了，只要有空就去。我希望在十二月可以看得到成果，好不好？摸摸看他的胸肌。真的吗？真的。我来摸摸看胸肌一下。我弄一下，弄一下。好，有反应了吗？可以。哦，有，有吗？有那个形状但是腹肌还没有。不是，这就不容易。你这个体型，洋葱体型要腹肌不容易，好不好？那坚持你的休闲活动是什么？我喜欢去海边玩水。哦，你玩冲浪吗？要不然就骑摩托车、骑重机，或骑那个越野车。越野车？对。那你呢？开车子。开车有什么休闲活动？每天都在开车啊。休闲，我喜欢车子。那你应该去开 Uber 或计程车吧？改车之类的。啊，改车之类的。那你们以前年少的时候会玩撞球吗？撞球，好小的时候不会。你不会？我不会玩撞球。你不会玩撞球？哎呦，这是个赛哦，好不好？我会打保龄球。啊，你打保龄球，那你会撞球吗？我没有很厉害，会打。会打，没有。大家怎么那么谦虚啊？会打，会打，没有到很厉害。那这样我们待会呢就准备来一场撞球比赛。好。撞球比赛，各位。现在他们也都已经表明了，都很弱，所以写阿翔的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小礼物。今天你们有带来这个小礼物，对不对？对，那边带什么啊？这个毛巾。因为来宣传演唱会嘛，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因为看演唱会一定会流汗。看演唱会流汗。对，这是我们去年的演唱会的一个商品。好，纪念的一个商品，算是没有卖完的囤货，是没有卖，是送的。哦，是送的。我误会一场。OK， 那这样子好了，待会只要猜对获胜的那个艺人观众朋友，你们就有机会拿到这个911带来的毛巾纪念。我们四个人都各一组，是不是？我们算个别赛，个别赛。比如说这个洋葱挑战阿翔。然后大家猜洋葱会赢还是阿翔赢，就这么简单。好，那洋葱他不会打，那建智先来好了。好，好不好？建智先对抗阿翔了。线上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加分享，然后要获得毛巾的，现在就开始留言了。我们马上进行的这个叫做状况百出，这很简单，我们移动到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到。你怎么把桶子踢走了？这里会不会拍得到吗？你拍得到吗？你可以吗？要拍得动。对。那目标就是那个水桶，然后上面的这个东西有一共有五项，马来貘，对，马来貘，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第一个马来貘，第二个呢保证品然后还有棒球，还有一次惨叫机，好，五个里面看撞进几个，好，可以吗？可以。这样我们不要，我们都一起玩好了。那粉红色的一队好了，你们两个一队，来，那我们站过来。各位，规则改了。比分数嘛。对，就比分数，我中五个，你也中五个。好。所以一共会有十个，最高就十分嘛。好。大家来猜猜看，粉红队阿翔建智会赢，就写粉红队。好。那黑白队，黑白队。那欧北共还欧北部委就黑白队，春风跟这个洋葱，大家猜猜看粉红队还是黑白队？我们今天就兵分这个派这个分成两队，谁先来？我看，不然你先来好了。猜拳吧，我猜拳啊，赢的决定啊！你是团长对不对？不是，换他了。为什么？我们三人决定。什么时候会去做这种决定？就是四年一次。有人问的时候，我们有人问。你们是猜拳决定团长？对。那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你们有团长？有，我们号角响起是两个人的嘛？对啊。那也有团长，我们当初是投票决定。怎么投啊？最后的比分是2-1。2-1，对，因为我坐票，然后我就团长了，无聊。好了，来，土豆，剪刀石头布，赢的决定。你就来。你们先攻。好，我们先攻。你们攻一个，我们攻一个，你们攻一个，我们攻一个。好，好来，
撞球杆在这里。来啊，黑白队谁先来？洋葱先来。马来魔比较简单。马来魔撞到桶子里面去，一次五个。要看桶子，要看瞄准了哈。请大家赶快猜啊！大家赶快猜哦。撞到要控制得宜。当然当然。控制得宜。控制得宜讲得出来，哇塞，写歌人跟不一样哦。要开始了吗？请随时。哈哈哈哈哈哈！随时随地。哦，我准备，我准备，就这样。没有，一次五个，一个人五个，一个五个。靠，这太难了。某一队会，这打上面会转。哪有人撞球的时候手是离开桌子的啦？怀疑这个不一样啊，会变的，会转哦，能打一。哦，没分了，没分了。睡，我两次都偏左，所以我这一次要往右偏。你本身你的身体往右往右靠一点，因为本身偏左。来哦，是粉红还是黑白哈？这个很简单。哦、跪倒哎、欸，跪倒了！拜大力耶！啊，哦，对，我忘记我跟你们跪。对，来，我跟你讲哈，你要这样摆也可以，他这样摆也可以，随便你。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啊！好了。你喜欢插下面？是啊，角度比较好。他喜欢从屁股这边来。加油！好烂，好不好？烂透了。等了一三号电池。最后一个，我跟你讲哦，你插棒就没了。太烦了，真的没有在打撞球哎。好，洋葱一分也没有，很接近，都很接近，都很接近，都打在边缘。其实有点难，很难。很难吗？真的很简单啊，你先，我先。不会啊。好，我先。对，哎，最厉害的来了啊！强项吗？强项，这算是强项了。现在新生的朋友，麻烦按赞加分享。天团911来到控制哥的直播宣传，他们的演唱会门票在9月11号要开卖。那么现在呢，粉红队 PK 黑白队，猜对的人就有机会获得911提供的纪念毛巾。来，等等，你这个如果进的话，我们演唱会就会成功；你没进的话，我们演唱会就会失败。压力会放到我身上。好，会哦，看好哦，我也没有练了哈，来啊。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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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后面来啊，很大力的，离很远呢。我想这个桶子太近了，少来，惨叫机一定会进。小妹啊，进去了哈，进去了，我们得一分了啊。好，电池哈，两个人加起来的分数，两个加起来分数，哇塞，那不要动啊，电池不要动哈。进，有没有？一开始先抓手感啦，准哦，马力哦，赢球了，赢球了。各位，目前粉红队第一局结束，2-0，暂时领先啊！赶快一直写粉红，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哦！走地哦，走地哦，走地。好，睡。你跟我讲很轻，这个真的很轻啊！不要吵架。麦克风，麦克风，你们这个是我。哎、欸，等一下，他如果全部没进，我们就赢了、欸。哦，对啊。啊，对啊，那你那不用比了。那我还是想打下。跪倒！哎、欸，这个棒球真的会打跪倒。哦。三个。哦。是平手。哎呦，现在1-2喽。快进！我跪倒了、欸。那我就不用比啊，我就输了。事实上。粉红队的已经获胜了，对啊，但是我们想要看建智出球一下，好不好？哎、欸，猜粉红的已经获得有机会获得小礼物喽。现在大家开始心，这会被杨峰骗哦，只能要小一点，因为他太轻了。啊，好有点难，真的有点轻啊，没一开始抓手感，因为我们都没有试过游戏。对，真的很打不起量。哎呦，这就太大力，每个人都不好抓。对。你那个手法，哎、欸，等一下，你这个手势好像真的有玩过了哦。好、哦。
电话你嘛，你不知道吗？出电梯啊，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出哪个？哦，哎，赶洋葱赶快啊，来笑别人，好不好？来，来来来，三位请坐一下，请坐一下，我现在要来抽奖了，要把这个粉红猜粉红队的朋友送出来。那、啊、我现在一直滑动哦，好不好？那建智，你帮我喊个题。好，题。啊，题第几个？第三个。第三个哈、哦。一个、两个、三个，都是他。林怡珍，就是林怡珍。我帮你按个赞，林怡珍，恭喜你哦，林怡珍啊，这个常常得到我们的小礼物的这个朋友一样哦，老规矩哦，私讯小编你的联络方式，我们就要送你毛巾啊。Yeah. 好，线上朋友继续的帮我按赞加分享，好不好？那你们这个今年的演唱会有跟以往在高雄还是之前台中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舞台。舞台啊，我们是四面台。我们四面台、哦、在中间的。哦，哎，酷哎。对。那你们要怎么样环绕，然后照顾到所有的观众？你的来才会知道，好不好？来就知道，来就知道，来才会知道。而且我们的舞台是这样嘛，然后一根，然后另外一根有一个步道，所以很像个九音。哦，酷哎。这样。哦。哎、欸、酷哎、欸，好想看哦！很帅。哎、欸，你们今天有要送演唱会门票吗？没有，没有，是还没开票，还没开票。我其实是有想要凹演唱会门票，但是你来是绝对可以的。哦，我们来一定可以，来一定，好不好？哎、欸，那这样好不好？我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你们帮我签个海报。可以啊。这样可以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吗？没有，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好，可以的啊。那我现在就直接问你题，直接送出去。好。只要是。九一一的忠实的观众粉丝一定会知道什么问题，就是写最快的。你们这一场演唱会，大型的售票的演唱会，这一场是今年是第几场第几次？哦，好不好？大型售大型售票，这是第几次？巨蛋类型吗？哎，对，巨蛋类型的。来写最快的，九一一亲笔签名海报就送给你们，赶快来回答。你看，还有人以为我会问九月十一号八点半，不对，是六点半，是六点半。他就直接啊，对，他写六点半，他就直接写了，以为我问这一题，结果我不是问的，这算吧？那不算。蔡艺文他说第二场，错。蔡艺文，你这种常常来看我们表演的人，你还会不知道我们？蔡艺文他是钟雅文，你会太夸张，他说第二十场，错，大型的，大型没有巨蛋类型，你知道吗？他们对对对，NONO 哥。陈轩玉，这是吗？陈轩玉 ，No 哥，赶快帮我按赞加分享。你只要猜对，这是他们第几场的大型巨蛋售票演唱会，我就把海报送给你哦 ，No。不高兴吧？好，第四场，蔡艺武说第四场，错，不对。林怡珍说第五场，没有巨蛋类型，蛋类嘛。第一场，蛋类，我们去过几次蛋？对，去过几次蛋，你们都不知道吗？四次的、两次的、一次的，都不是。段子说。哦，这个题我等一下帮你问。他说可不可以嘉宾找号角响起？是你 C 的暗装吗？没有。段子我们认识。段子认识。他真的有。那他怎么不想写啊？那个阿米欧卡达写第三场。对，恭喜阿米欧卡达，你第三场答对了。好，我们有把它拆下来吗？啊，没有，我们先贴着。因为如果拆下来的话，背景太白，你好不好看？那待会阿米有发展，我就送你这个签名海报，好不好 ？OK， 那个之前演唱会的经验，对，有没有最害怕在演唱会遇到什么事情？最害怕？应该最可怕应该就是 EMO 没有声音 ，EMO 没声音，耳机没声音。我前几天就把它删掉，就里面没声音。哦，然后靠我空两句没有，突然没声音，真的、哦、完全没有，完全没声音，根本没办法唱啊，听不到了。啊，那么 PA 还会再用他们吗？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帮别的事。最怕这个。一定的，你看我们是四面台啊，对，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必须要，我们不可能是从喇叭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对对对，这个没有，一定要靠耳机，那耳机没声音就完。那你们会不会怕字幕荡掉？我们基本上都不太看，哎呦，我们都不太看，这么厉害啊？我们自己写的啊，所以唱基本上。可是我有一个搭档，他自己写歌，这个怎么还怕字幕？都是他自己写的，太厉害了。那这个厉害，好不好？那这样子。这个刚刚有人提到演唱会的嘉宾嘛，他想说，我们当然是很想去这个参与啦，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那你们今年这一场唯一场演唱会嘉宾有找吗？有找的，有找的，但是神秘嘉宾。神秘嘉宾，对，是曾经讲，我先讲不神秘的。啊，有不神秘的吗？对对对
不神秘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师弟。哦，这个真的很不神秘耶。你说草屯吉他之类的吗？对，你答对了。好，不神秘的嘉宾已经公布了。那个神秘嘉宾的话，要来到现场才会知道。对对对，可以吗？好，那这样子哈、哦，那个你们之前哦，有我知道最近有一首歌。对。那怎么会你没有唱？你们不是两位有拍吉他吗？恐怖情人吗？恐怖情人这首。恐怖情人。我那时候在休息。你为什么要休息？他觉得太恐怖了。哎、欸，你们歌词真的写得很恐怖啊。很恐怖。不会了，还好。就是把那个祝福你血流成河这种话都写进来。对啊。就是。一定要送旧情人，一定要这么恐怖，对不对？是现在一般的人遇到恐怖情人，他们那些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一般这种情人可能私下都是跟朋友都正常，但是就讲到爱情的时候，他就会变得特别的很极端。哦，对对对，会遇到这种。哎、欸，你们平常这样写歌的灵感到底是怎么？生活周遭。对。所以你这个恐怖情人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没有遇过，但是我是真的根据我们身边的。通常自己的事情都会讲是身边的人。好，讲到恐怖情人，好不好？这么恐怖的事情，我们让这个三位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恐怖箱。哦，要来摸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看谁是答对的。好，大家来猜猜看，这样子哦，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东西会很难吗？不会，很难，很简单。那这样好了，三位嘛，啊，三位。依序进来摸，好，依序进来摸，然后呢，写下答案。好，大家来猜猜看，来，我板子给我，大家来猜猜看，现在写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哦，好、哦，谁来猜猜看，谁是答错的？答错了，对，谁会答错？因为他说很简单啊，你们先不用写，先摸，摸完再写，好，好不好？来，哎呀，你们不要往下看，往上看哦，大家来猜猜看哦，恐怖箱里面。到底是什么？很重，很重，该不会是一个乌龟？蟑螂？大家来猜猜看，蟑螂会不会里面是麻将？然后你要摸出是柿饼还是图案？看一看，厉害！摸的感觉，湿湿的，湿湿的。然后屁股有毛，你不要乱讲。真的真的，屁股有毛。好，不用讲答案，你跟大家学。大闸蟹不是，它前后都有洞。啊？前后都有洞。前后都有洞。你写的这个，你讲这是能播的吗？可以。可是直播已经播了。然后，恐怖情人里面，哎呦，有唱到这个东西。真的假的？我觉得。哎呦，大家猜一看，谁会写错？来，你到旁边写。接下来换洋葱，不要看啊、哦。好。你只要摸到感觉对了，你就去写答案。好。大家写洋葱答不出来的比较多，形容一下，形容一下。我就还没摸到什么形容，有这么害怕吗？摸到了，哦，知道了啊，知道了，好不好？但我手先甩甩，最后是唇哦，会动哦，你惊啊惊啊，你这种你努力胜利，你写好了、啊、你这样，哎呦，你的字写错了，白痴。后面怎么写啊？后面写真字啊？看不懂他写的，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后面那个字写错。好，大家来猜一下，那么谁会猜错？打一号他，大家写一下。来，你过来，你过来，我一定要改了，你不要改了。来，站着，你要听我讲，看看，冷静，超扯。来，我们一二三，一起念答案吧，一二三，巴拉，巴拉，大家都写巴拉，你一开始写，他写八药，八药，他写八椒。是不是吗？然后就写个八药，他就想他想在乐上面加个草字头，发现哎不对，这字是药。我干抠人呢！哎、欸，这样不行啊！你用手机打字打太多了，这样不行。这个第一个写洋葱的，我送你小礼物。我来刚才写第一个写洋葱啊、哦，这种有看到？我来打开啊，现在打开一下。拔蜡，哎，就是拔蜡，对吧？屁股有毛吗？屁股有毛，那有毛？有啊，拔蜡体都有毛。恭喜黄婉玲，好不好？婉玲，张亚聪是拿错吧？你要写成八药，最后写对没？八药。好了，我知道你们都知道了啦，好不好？啊，你看现在画画画什么？没有画、啊，我没有，就是八乐。那因为这个洋葱字写错了，所以我们算他错。所以恭喜，刚刚那个妙早知道哦，注音。刚刚那个谁，我刚点到谁了？你都忘了。诺诺说他压春风赢，春风真的赢了。赢了。黄婉玲，我帮你按个赞哦，黄婉玲，婉玲，女字旁的婉。
啊，这个这个女字旁的婉，玉字旁的林，婉玲，麻烦你私讯小编你的联络方式，我们要把九一一的纪念毛巾送给你哦。再来一题，背面还可以写对不对？对，背面可以写。好，哎，这样好不好？你们一次放两个，写两个，我好像不说。哎，一次写两个，那比较难。这一次我就不选，是第一个，我就一样是随机抽，大家来猜猜看，谁会答错？啊，你们不要看哦。好，好。啊，一样，坚持啊。两个是不是？你们在写名字之前，比如说你这是因为这是第二 round， 所以你前面加个二。如果你要写春风，就写二春风；写剑字，写二剑字。写个二，我才知道你们是第二 round 的。现场的朋友，麻烦你按赞加分享，两个哦。等一下，这个很硬，而且这个很难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因为他们拿的本来。我摸得出来什么？我先摸另外一个。好，这个我知道。这个，这次摸的比较久哦。有一个是，也是有毛。然后这个是，然后这个好像是铁的东西。对，奇奇怪怪的，我也有听到声音。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摸得很仔细。你快摸太久了。真的摸不出来什么，我知道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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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写哦。哦。吴凤，吴凤，欢迎你耶！收看空之歌直播耶，帮我分享一下好吗？吴凤，有空的话一起来看九一的演唱会，你赶快摸啊！哈哈哈哈哈！在讲话。没关系啊，我们一边讲一边摸哦。有空来看九一的这个演唱会哦，在九月十一号晚上六点半就要开卖了哦。十二月八号的演唱会。这什么东西啊？我写好了，我写好了。可以讲一下你摸的触感，就是好像铁的，因为我讲过的东西。哦，张文琪也看到偶像了啊、哦，赶快帮我按一下分享，潘永基帮我按分享。哦，大家猜猜看谁会答错？哦，一个我知道是谁。在写他们名字之前，前面写个二，因为这是第二 round。我跟你说，洋葱知道什么，他可能还是会错哦。所以你们就尽量写二春风，我这次要用抽奖的。他自己可能会写错。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吃白药？白药？你还刚才说人家摸太久？这摸什么东西啊？是吗？你在摸什么？好啊，走了。自己的灵感，自己的灵感。走了。哎呀，来，拿给，拿给，拿给，纯龙，拿给。好，最后一个纯龙。谢谢小卢你的分享哦，他写二洋葱就对了哈、哦。谢谢张文琪的分享。啊！加油，加油！哎，你不要出名了，行了。不是，我就是怕别人来过。完美，全完美的。好，这个很恐怖吗？张文琪问我说在公司吗？对啊，在公司。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写了。香盈，帮我分享一下九一一来到空之歌的直播。我本来想说没去，真的。哦，因为人家动很像那种。超简单的，没摸那么久。对啊，开始对啊，开始对啊。哦。对，真是太贴心。这个这么简单。对啊，那你也写、欸？这太简单了，我就摸完了，太简单了。你看，我不要，我这都还没有摸到。你看，谁弄不来？这太简单了吧？啊，我不要讲，我应该写是不是？对。好、这太简单了啦。我包对不对？超简单的啊。六幺八八幺。好，刚刚没有联想出来。这个有这么难吗？来，一二三，来亮板。水龙头跟小扫把，水龙头小扫把，扫把跟工具，什么扫把工具什么东西啊？是水龙头吗？水龙头我也是水龙头跟小扫把、啊，我小扫把、啊，对呀、啊，水龙头小扫把，哎、欸，我写的一样，一模一样，我们三个写的一样，扫把是大只，不是小扫把，扫把是大只，我刚手直接插进去水龙头里面，吓死各位，我让你看一下，来来来来来。他刚刚应该如果没有错的话，手应该是插到这里。对哦，插到他半没乱。他半没乱。插到水龙头里面去，就是水龙头，这很好摸啊。对啊，好不好？我以为是开关器，然后我还确定我是写工具。水龙头是什么工具？来，我来抽奖了啊、哦！洋葱，帮我喊个题。哎，好，有写二洋葱，第几个？第四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不对？没错吧？抽奖抽中了吕文仪啊，这一位一样是老粉丝了，谢谢你每一次都上来看我们的控制歌直播，这一次一样，其实
从头到尾知道写洋葱都是对的，都可以获得他们的纪念毛巾。来，上面请坐，请坐，请坐。休息一下，我们待会有一个让大家好好轻松的一个小游戏，这样哦。有空就吃白药。吃白药。好。使用工具哦。哎，对了，哎，谢谢你帮我拿出来。来来来来，这也稍微让我们自录一下，也不是自录啦。用。你有在用吗？我超爱用。这个是。是哎、欸，你不要跟他讲，他说不定打不出来。漱口水，浩哲想起今天代言的了。拔腰子啊，拔腰子。好，现在呢，待会呢，这个有机会玩这个游戏获胜的朋友们呢，就有机会获得浩哲想起代言的漱口水，好不好？可以给我两罐吗？可以，两罐够吗？大的有大的。我想一下，我们有大的吗？我家的都是小的，他给我那小的好，小的好，小的，你地址给我，你就私讯小编你的联络方式，对吧？这个刷的人之后神寄给你。下一面再答对了，我再送大家不一样的小礼物哦。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因为今天九一难得来到我们节目，好不好？我在这边先帮大家问几个问题好了，就说也让三位稍微小小默契考验一下，好不好？通常你们在音乐创作上面，如果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争执。你们会听谁的？讨论吧，讨论。没有一个讨说听我的这样。没有，还好。讨论。不讨论。不讨论哦。嗯。哦，啊，不会说应该坚持己见吗？不会。你说，我觉得这个词应该这样写，应该就是祝福你血流成河。那个其实没差。哈，那都看个人，因为我们是个人，是都是。这样子哦、喔，哎、欸，好和谐的一个团体、欸。主要是他就是混音嘛，所以我们混音都是看他的。哎、欸，那你们试一下到底有没有在联络？有啊有啊有啊，因为你们以前是在还没有成军之前，就甚至都常常每天都在一起的嘛。对啊。对不对？你们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九一我非常的喜欢，你们拍的那个微电影那个小电影，我真的是从头把它看到完。这真的是乱拍的。但我以为是真的、欸。他是真的。那是真的吧？真的。因为那是你们的故事啊，对对 对, 对吧？没错吧？我好欣赏这个团体，啊你。我觉得我会让我觉得春风好像不是很喜欢想要加入这个团体，不会啊，不是那个呈现的感觉。不过他们三个真的非常和谐。好，那我问一下，你们三个里面谁最有异性缘？异性缘是高达，好吧？真的、喔？啊，所以如果遇到喜欢的女生，你会最主动搭讪？会啊。啊，你们都比较害羞。我在外面，我不跟不认识的人讲。真的、喔？我也是。哇，酷哦！不是故意的啦，是办不到，又不知道怕想说话，他觉得你很干。七张文琪说平头男最帅，哦，他讲的是耗子。好，哎呦，再来，你们啊、哦，问一下你们三个，你们自己认为这个团体里面谁最帅？一二三。客气什么嘞？不想说没了，就指自己嘞。我以为每个都比自己啊，都我以为每个都比自己啊。啊，谁私下最难相处？一、二、三。哇，其实没有难相处的、欸，没有难相处、喔，不会，都这么好相处。没有难相处，真的假的？哎、欸，你们真的很和谐、欸。那每个团体有自己的生活模式。你问问我们每，我是摆着朋友，每天都在一起啊。我们是摆着朋友。他们是从朋友变成团体，然后就变成更好朋友。对，我跟浩子其实一开始是也是算朋友、但相处之后呢，就变成互不认识了。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模式，哎，好不好？来，哎、欸，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人问说那个演戏好玩吗？啊，对，你们因为去客串了这个三 D 八点档，哎，啊，对对对，那个怎么会这么有创意啊？那个就不是演戏，那个去那边是演自己，演自己啊，是要说他们的迷宫有没有？我有完全演医生的，根本没有医生。你不能把平常看的片哦，没有那个私欲拿到八点档里面来，所以你们去演自己，对啊，啊去先宣传你们的演唱会吗？对啊，太好玩了吧？这经验怎么样？很酷啊，因为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演戏了，你们有客串过电影。但其实第一次去演八点档还蛮好玩的。而且公台一毛那么稳的呀。就看到很多偶像，没有我们 NG 的都是。没有，不是我们，是你一看就知道谁有，哪有两次，有两次。他们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风格啊，这是非常的，强烈的这个风格，独特的个性，所以呢，你们这个团体才会在台湾呢，也引起一阵旋风，大家都非常注目这样的一个团体。嗯。那我觉得你们。也快演唱会了，身体也非常的紧绷，对不对？应该要放松一下。对，哦，就像是你们的歌曲《9453》一样，爱伤着。
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好、哦。几号开票？张文琪在问。9月11号啦。对。哦，9月11号。高雄会加场吗？有要加场。现在不知道，还没有。那个等、啊、我知道了啦，等9月11号票卖了就卖到不够，然后大家以他们就是要等粉丝们那边抗议啦，啊买到啦，插队。有鸡蛋的话，我觉得那个熊蛋跟巨蛋是需要先提前去预定那个场地。对啊，那不是我们想要玩，订不到，所以你们如果帮我们去乱一下的话，现在在鼓吹订不到的粉丝去乱一下，那希望大家想看的都订得到，好不好？那这样子，我刚刚讲到了，我们现在移动到这个地方，让你们商检，好不好？来，这个呢很简单啦、啊，这个就是算我的强项了，脚底按摩的一个踩气球，好，好不好？哎、欸，想脱鞋的对不对？我看你眼睛红红的，是没睡饱对不对？不是，刚起床都会这样。对，我眼睛。好，这样子哦，我跟大家讲哦，气球里面呢会有纸条。对，啊，没有纸条的就没有，有纸条的上面会写911，九颗里面会有三颗暗藏纸条，这样，所以你们要去踩，速度最快，把三张911都踩出来的为获胜，好，好不好？好，可以吗？好，那这样子，这个是我的强项，对，我来对抗你们，你们只要派出一位来就可以了，好，可以吗？好，交通部，交通部，好，对，你们最喜欢猜拳决定，三战两胜，啊，这还够拍了，这还够拍了，三战两胜，哦，你到时候负，你再赢，那就比你赢，我赢了，我赢了。他赢过，他过了，他现在1-1了，没有没有，1-1了，对，1-1了。哇，是呀。哦，我好失望了，为什么是这样子？没有，好，做热场，三胜两胜啦。没有，这个要决，这个决斗，直爆，所以我刚刚负一分嘛，对，负一分。你现在是2。哎，负一，这样，我现在是这样。他们有自己，快点，他们自己的方式哦。穿鞋子吗？穿鞋子，我哭着不知道要干嘛，好不好？等一下，首先试踩，不会啦，不会痛啦。哎、欸，其实还好啦，你要把气球踩破。要不要杀一点点背我？好，不要。玩这么大，这个很痛。别人背一个啊？啊，要这样吗？嗯，不过他多啊，够没了，没事做。哎、欸，你讲的有道理，我要踩中。怎么样？不敢背是不是？你不是在健身吗？这个背了会更痛。哎、欸，我是可以哦，是他不敢了、哦，各位，是他不敢了、哦。好，现在，哎、欸，对，开始写了。这个专业的都知道，写阿翔，你写洋葱哦，好不好？好，你要先码。好，你先，我先码。我先二，没惊啦。来啊、哦，啊，你们有人计时吗？对，没有人计时，我们怎么比赛？几秒？彩虹，我们就尴尬了。好，计时。现在，阿翔跟洋葱来 PK， 然后几桌洋葱完蛋了哦。好，大家都在写阿翔。确定吗？写阿翔的就有机会了啦。你今天玩游戏都没有赢过，好想1-20哦，洋葱1-1。你比较好，你比较好，我比较好，我1-20哎。对，哎，我一赔。不对啊，应该他1-20，他应该1-20，他打我吗？你是不是开反了？讲反了。各位，这样子哦，最后这一个游戏了哦，答对的朋友，答对我这个选中的朋友，获得911的纪念毛巾，同时哎，帮我把我的毛巾也拿来。然后我也在送大家、各一瓶刷热的漱口水，以及毛巾啦、啊，我讲毛巾你摕枕头，哎、欸，卖讲干啦911有毛巾，我冇毛巾嘞，你来看卖啊，这一条非常大的毛巾，这边买到，还大，阿翔，对不对？上面还写阿翔，就知道这是我的了啊、哦，没有开玩笑，对不对？好不好？阿翔的毛巾，还有911的毛巾要送给大家，毛巾，有没有？有没有？好，预备。开始。三。有没有啊？没有。都没有。没有，是不是他在有好痛？哎，帮我捡回来啊！帮我关注一下。这个怎么那么难踩啊？这个有了吧？有了，有一条。还有。这个就有了，两条了。哦。这个痛。这个臭吗？你破了吗？没有，我怎么会踩了9颗啊？
快停了啦！那个43秒。43秒啊！43秒，会痛吗？哦，好痛哦！咬我洋葱知道了。哦，痛洋葱，洋葱真的好痛哦！我跟你讲哦，你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我讲我会不会踩到后来啊？有那个心得，你如果是这样踩的话，它基本上不会滑掉。你一定要那个放着，然后用力给它下去这样子，好，然后这样会比较痛。放心，好，我可以。啊，这个3张了啊，我拿到这个是9了啊，啊这2张是1的，就不用打开来看了。你们是干嘛把它粘起来？就你们叫放哇，这好累，我这个后面好痛哦。我跟你讲哦，这里很痛，这一块，你知道这里是管哪里吗？脚跟。什么脚管脚跟？穴道，脚底穴道是在管那个睡眠。睡眠，晚上睡不着。哎，困不好的时阵，你得足疼的。哦，足疼的啦，我嘛足疼过呢。因为这气球这样粘不好用。啊，现场的朋友，我刚是43秒，是不是？对，43。43秒，然后来看看洋葱几秒。我刚算踩了8颗哎。对。你是不是少一颗？哦，好痛哦。哦，好痛。好痛，我这后面好痛，我没有这么痛过，洋葱我好痛哦。紧张哎。你说可以吃点补。好险，好险，没有背人。好险，没有背人。这背人这样子，这不能背人，这是不能背人。好，请准备哦。预备。计时。哎，等一下。怎么样？对。好，预备。计时。开始。你别把花要给你吃哦。对，没有。洋葱一共踩了24秒，所以洋葱获胜了，所以没有人写洋葱哎，哎，来我来看一下啊，哦，大家都写阿翔，有，想骗啊，真的啊，有，只有林怡珍想写洋葱哎，哇靠，又是林怡珍，爆冷门哎，对，爆冷门，一赔了20。林怡珍来了，我们请坐。所以说20条毛巾吗？好，所以林怡珍，恭喜你获得了这个大礼哦，阿翔的这个毛巾，还有911的纪念毛巾，还有说那个漱口水，谢谢你们。最后，再跟后来上线的朋友再宣传一下你们演唱会的这个资讯。好，911小巨蛋演唱会，台九线一票玩到底，演唱会时间在12月8号。售票时间在9月11号晚上6点半，托运售票系统，一定要来。好，一定要来。希望在9月11号开卖的时候呢，我们的忠实粉丝赶快上来买票。我觉得是这样，通常一上来订票，一定是会上淡季一下，通常都会这样。这个系统，对，这系统，希望这个网路了，不太知道。好，希望这次可以顺顺利利，大家有耐心的可以买到你们想要看演唱会的票，这样。龙，那么最后当然要祝福911在12月8号演唱会顺利，谢谢，好不好？我有空我一定要去看，好，来支持我的偶像。谢谢911今天来到控制哥的直播，我在这边预告，下一次的直播在9月12号的晚上九点，好不好？那现在朋友麻烦帮我们关注一下号角响起的 IG。一直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照片跟大家在 IG 上面来分享，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911，拜拜。哇，耶！